我是彭高畅，湖南长沙人。我叫任思琪，我来自中国台湾省。你可以一无所有，但是要有爱。我现在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情况，当演员没有保留太多的薪水，我会觉得对不起畅畅。我跟思琪现在是属于没有婚房、没有婚车、没有彩礼，都甚至都没有一个很大的婚礼，甚至他家人都没有办法出席，就结婚了，可能很少见吧。那我们做一个题选择哈，有房有车有存款没爱情，有爱情没房没转没存款，选什么？我选有爱情。哎，大老师你觉得呢？啊，我当然选。周六晚十点，月鲜活中国婚礼，我的女儿出嫁了。